用这筷子擦一下哈，看熟没熟。我不要，我要嚼嚼哈。嚼嚼啊，这个不安逸啊。我吃这个，好奇怪的，不吃这个。生活想要旺，老婆就在旁。今天买两个月牙子，跟老婆补一下。二妹，鸭子买回来了。你就说我减肥路上的胖鸭子。那你吃不吃嘛？你要吃。这大姐处理的噻。两个。一个够吃不嘛？估计要是。够了。两个。一个。大王开始喝喽！我们锅里来点油，炒个糖色，再来冰糖。炒好来一桶糖浆水。鸭子放进来两个，再来配料八个隔壁香叶、花椒、辣椒。再来点毛毛盐，好多好多好多，鸡精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煮两个小时才入味。来，我先煮点汤。用这筷子擦一下哈。看熟没熟，炖趴了，我们捞起来哈。鸭哥哥来喽！耶！鸭其他头我给你撕。这个。来嘛来嘛，不要慌。哇，炖趴了。我不要，我要嚼嚼哈。嚼嚼啊，这个不安逸啊。我吃这个，好奇怪的，不吃这个吧。玩吧，这个好软，很好吃哦。炖了好久了，这个。嗯，又软又入味。炖了两个小时，是不是？这个更好吃。问一下你，这种手啃的好吃，还是把它宰成小块好吃？手啃的。你妈就喜欢宰小块，我就觉得小块不好吃。耶、嗯！这碗没啃干净。给小啃，你想吃吗？还得喽。下次我们弄个鹅蛋卤这样子吃，好不好？嗯。这海椒挺好吃点儿，闷不闷？不闷。那个花嘛。王师爷。跟枸杞汤汤味道对吧？嗯。好吃不？好吃。来整点饭来吃。不用。他说他不吃饭。光吃这个。他说吃点饭。好吧。你能煮鸭子，味道不错，喜欢朋友点个关注，明天来哦，拜拜。